彰化縣逐年的生態盛会阴阳八卦相迎活动，今年将伫三月十九号、二十号两天，伫个芬塘乡文德国小登场。为着让大家体验八卦山脉的生态之水，活动将结合着是市集、DIY 体验、高德导览解说等等的活动，邀请全国乡亲做伙来享受生态、生活、美学甲城市观光的美好体验。当年三月春分前后，大批南洛鹰，嘛就是俗称的清明鸟，就对南台湾陆续过境中华八卦山脉，准备登去东北西探。上清这的南洛鹰经过八卦山脉是非常壮观，嘛因为南洛鹰当年三月初到清明节过境中华关的独特性，所以伫民国八十七年的时阵，当选成为中华关的关鸟。最近这几年，当年拢有大约16000到18000只经过中华，所以三山国家风景区当年拢会来举办阴阳八卦相迎的活动。今年是伫三月十九到二十两天，伫芬塘文德国小来举行，希望让乡亲对沿岸生态会当有搁较深的熟悉。我们今年的阴阳八卦活动已经宣布来启动，那3月19、20会在芬园乡的文德国小来正式的一些生态解说导览啊，还有市集等等。那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彰化来看这个美丽的一个老鹰飞翔的画面，然后结合生态旅游。那我们也特别推出5条路线的生态旅游。那我们今年4月30号以前，我们的国旅券大家抽到了一定要拿出来用。我们一张国旅券可以两人同行，非常的划算那我们邀请大家拿国旅券来这边看老鹰来玩我们的体验我们的农业文化。我们邀请全国的游客来把握这个时间，来我们彰化我们的阴阳八卦来观落鹰啦吼，当然要观奇鹰啦吼，那欢迎大家来。今年的阴阳八卦相迎活动结合了生态保育和观光旅游，为彰化带来真好的生态教育和观光产值，也欢迎全国各地和国际爱相鸟的朋友做伙来彰化相迎。新彰化新闻北边林彰化彩虹报道。